拉一下，看这个乾隆把他拉过来，拉到一边打，这个血河。还没开那个替补，再给他控一波，把这个残血给他带走，再拉一下。你看乾隆为什么没拉到人呢？我刚这波乾隆为什么没拉到人呢？拉到他们霸体了吗？再控一波，拉到我了，搞死了吗？哇，还没死啊！哦，死了一个，拉回来。抱起来打，这又没拉到他。我们这边奶妈被他们搞死了，解掉，让这个血河回一口。哇，他们的奶妈没死，我们的奶妈被搞死了。完了之后他一直在回血，看那个血河能不能配合我打一波。弄死了一个，嘿嘿，这个血河挺机智的，回头他回头回了一口。你看铁一真的肉啊，刚刚一个人扛两个人揍没事儿。对，他刚刚我有两波拉那个拉到他的霸体，这个血河挺机智的，他一看他们两个在集火我了，在集火干我了，他赶紧跑到一边回了口血。